1991年7月11日，天气晴，人间之惨痛的悲剧召唤着他们变本加厉的本领，它席卷着他们所能被赋予的全部悲伤，向我袭来。这是梦吗？是我深爱着的你啊，头戴白纱，在我们最好的年华，被打断的情话，会刮身的落差，你还记得吗？我想你啊，没有一刻把你放下，无声的话写满笔记本啊，家还是那个家，只是少了你的对话，爱你从未停下。多想陪你看繁华，陪你看晚霞，在每一个春夏种上你爱的花。我指着时间走啊，你却在原地啊，等我牵你的手回家。手回家。